如果把杀戮尖塔做成格斗风格的游戏，你敢想一下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吗？哎，还真有游戏做到了。近期呢 ，Steam 上线了一款肉鸽风格的卡牌构筑游戏，玩法呢非常类似于大家熟悉的杀戮尖塔。没错，杀戮尖塔已经快要成为这类游戏行业的标杆了，也足以见得它的经典啊。但是呢，这款新的游戏在融合了卡牌构筑的战斗模式之后呢，竟然加入了连招和动作要素。只要你手速快，一套牌下去竟然可以打出类似于鬼泣一样的连招即视感。这款游戏呢，就是《奥雷萨之下》。游戏中我们需要探索一处随机的恐怖地牢，在三名冒险家中选择一名作为主角，之后呢还得搭配技能和神器以及一位强力的帮手。准备好之后呢，探险开始。和市面上现有的卡牌构筑游戏一样，所有的战斗和事件都是随机的，所以游戏的难度呢也更多取决于运气的好坏。但是这款游戏的独特地方就在于它的战斗系统，不同于卡牌游戏，这款游戏的战斗方式属于全 3D 动作战斗。像战棋游戏一样，我们不单需要时刻注意双方的走位，同时还需要防备突然冒出的敌方援兵，卡牌构筑和技能搭配也更加关键。所以有些时候游戏的难度会达到逆天的程度，喜欢挑战这类卡牌游戏的小伙伴一定不要错过哦。好啦，游戏开始之前呢，依旧希望大家能为本视频点一个小小的赞，没有关注我的同学欢迎点播关注。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首先是人物选择，初始呢有三位英雄可以来选，看一下，第一个是一个老头赫克托斯，他的技能是每回合对敌人的第一次攻击都会获得这个怒气值，这个怒气值又叫反击值，就是积攒到一定程度敌人攻击我的时候我可以去反击。第二个多尔塔，每回合抽三张卡牌，同时拿一张弃两张，每个人都有反击，但是反击技能不同，然后还有一些被动等等。比如这个女的是吧，当你反击时可以获得两点能量以及两张卡牌，非常的爽。这样吧，我们就选择一个初始的英雄，这个老头吧，看起来非常的壮阔。好，选择老头之后呢，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人作为盟友，这个盟友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可以升级的神器，就是随着你和这些盟友的关系提高呢，这边可以给你给各种加成的卡牌，比如说战斗回血还有 buff 等等。这样吧，我们这边就选择一个妹子吧。冰霜的女主人披荆斩棘的生存，她呢可以获得这个召唤狼以及战斗回血以及各种各样的 buff 等等，就选她好了。其实每个角色差不多，就是拥有一点点不同的 buff 等等。好，那这边看一下，下面这里呢就是一个闯关的路线了，我们两人一同前往。这个游戏虽然玩起来像杀戮尖塔，但是打起来是一个动态的效果，非常的爽。好，第一个位置看一下左下角，在这里闯入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直接冲入，可以获得一点力量值，就攻击加一；第二个是本场战斗中第一回合获得一点能量和一张卡牌，我就选这个攻击吧，毕竟那个是第一回合。好的，战斗开始，看一下这边初始可以通过鼠标可以看到有三个敌人。敌人呢，这边第一个敌人是六点攻击，第二个是属于近战，第二个敌人是五点伤害，是远程，第三个也是近战。这样玩起来看起来和杀戮尖塔差不多，但是分为那个近战和远程等等。我们这边左下角看一下，有三费三点能量，可以使用三张能量卡牌，然后140滴血。那这边看一下，6+5+3应该是有十几点了。那这边我们看一下，就是掏盾吧，一张盾，两张盾，然后先杀血量最低的就是他了。这边给一个加传结学，伤害本身是9点，因为之前有个 buff 是愤怒嘛，力量加一，所以10点伤害，把他砍一刀。好的，然后跳过，之后是敌方的进攻，叮当当，叮，好，3点伤害全部挡住，下回合开始。当然除过初始的攻击防御卡牌之外呢，还有一些 buff 卡牌等等，比如说逆境不屈，返还弃牌中的攻击牌，如果费用为零的话，可以获得一张零费的猛击。我现在没有零费猛击，这边看一下热忱，若攻击目标轮到其行动仍然存活，可以获得一张猛击，但是他肯定就死了，这回合直接砍死一个加成结血，把他砍死。好，然后剩下俩人，这个40滴血，他呢是4点攻击，这个远程2滴血，先杀远程。这里我们先给一个零费的中式砍，因为砍不死他。好的，然后还有零费，看，再来一个，进不去，有没有零费技能？有之前的中式拿上，好，获得一张中式，再次返还，同时获得一张猛击，他还剩下15滴血，这边继续砍，还有一滴血。这是一张 buff 卡牌，就每回合可以获得一点那个反击报复值，就是这个值了。这个值一旦满之后呢，敌方攻击我是必定可以反击，反击伤害和这个点数相关。那这里杀不掉他呀，还剩一点，加一滴招架，加一个反击的这个技能。哎呦，我还以为可以把他杀死。好吧，那下回合获得一个猛击。哇，看到没有？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就在于敌方的进攻全部是动态的，非常爽。
好，因为刚刚没有杀死他那个 buff 卡牌呢，可以就中式嘛，看到没有？他存活，所以这里应该多了一张猛击，加上之前的猛击，两张零飞的猛击，就是白嫖攻击，先猛击把他干死。好，然后再干他，再砍。加强绝学可以获得三点这个反击值，流血是对方给我套的 buff， 就是一张废卡牌，相当于是一个 debuff 卡牌了。那这里再砍一刀零废的，这边对方没有攻击，对方下回合是给自身提供 buff 的，所以这边就全部用加强绝学砍他，砍他啊，招架 ，OK， 只剩六滴血了。对方开始套 buff 了，干嘛呢？他给自己加了六点力量值，所以对方下回合攻击有十点，但是他已经死了一刀。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它打法是一个全 3D 的，像一个动作游戏一样，砍起来非常爽。在后期就是尽量打牌出牌的速度更快一些，这样打起来行云流水。好，这边获得新科技卡牌第一张，下一步节制，七制你的手牌抽取等同于充能一半的牌，充能数一半的牌哦，充能数比如30的，那这个一般，而且同时要失去充能。第二个它是损耗掉，打出之后信念疆界不知道是干嘛的，它没有任何的作用。第三个重罪预判，13点攻击力，并且反击后获得5点伤害，就是一旦有反击之后它的这个伤害更高。选这张就是后期卡牌。好的，然后人物继续前进，看起来这是一个下水道。第二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事件位置，这边呢可以回复20滴血或者增加5点最大生命值。这是我的伙伴，就是之前这个妹子了。这个妹子属于现在伙伴能力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但是现在和她的好感度是零，所以没有办法获得。这边肯定加最大生命值了，一般啊，145滴血，然后继续前进。下回合应该又是一个敌方的敌人。哎，有两种，一种是没有效果，另一种是第一回合中抽两张牌或者掉5滴血，就是有几率抽两张牌，另一几率是掉5滴血。那这边就不要这个几率了吧？看一下对方啊。对方现在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右下角这里多了一个增援，就是当他被消灭时候呢，会有一个新的敌人加入战场，一定要注意。他有4点攻击力，所以直接一个重罪预判，冲过去，先踢飞。哦，这边还有个，哦，不好意思，我看错了，这是俩人。然后他呢，现在愤怒，哦呦呦呦呦，攻击伤害增加等同于愤怒层数的伤害。我去，他这边是当我攻击他时，他会获得一个怒气值增加，所以尽量把他秒掉，否则他打我非常的横啊。但是我现在只能尽量把他砍死，不然他这个愤怒值越来越高。但是我现在没有点数了，看一下有没有返还，返还一个重罪预判13点伤害，把他搞不死。这边猛击加这个6612砍掉之后，他可能会这个 buff 会提升的非常的多。哎呦难受，但是也只能先砍啊。24点招架招架，这边只能硬吃，没事，这个游戏当中前期掉的太多血问题不大，这里硬吃了大概掉了10滴血问题不大。这边尽量把这个人杀，这个人太恶心，就受伤之后加力量，这个太烦了。这边6点猛击，猛击猛击把他砍死。好的，然后他死掉了，但是这个人也是，他现在这个 buff 就很烦，每当攻击此人获得这个力量值，所以尽量看一下他本身，他是个他下回合不会攻击，所以用加强结穴直接砍他三刀，把他砍消耗一下，因为他虽然加力量，但是他下回合的趋势不是进攻，所以没事，他只是使用技能召唤了一个小弟上来，没事没事 ，OK 问题不大。好，那他下回合就要进攻，所以把他要干掉。这里加强结穴再砍，好，把他砍死。然后这边这个敌人呢也是受伤之后会获得那个力量值，好，我们先给自己套一个 buff， 就是每次攻击可以获得这个反击值。好，然后没了。嗯，这边继续，他是给自己加增益的，所以问题不大。愤怒杂兵怒吼增加了三层力量值，他下回合攻击是11点，这边他是有18滴血，我们一个重罪预断砍一刀，然后还有5滴血加穿绝穴再砍一刀，直接搞死。OK， 看到胜利。看一下这个卡牌点数啊，大劫，当你的充能数变化时，获得2点护甲值。哎，这个就属于一个，看到没有，像眼睛一样，这个就相当于 buff 牌了。打出来之后呢，在战斗当中一直会持续存在，就是打出之后呢，比如说我的充能增加了，它就会获得那个这个护盾，还不错，势如破竹。本回合中，你每打出一张攻击牌，可以获得8点这个怒气值，这个也属于 buff 牌了，但是属于全场，这个属于回合啊。我们来一个这个吧，大劫，全场增加 buff。好，继续前进。这个游戏的路程非常的长，而且后期难度很高，我不一定打得通，毕竟是初见实况嘛，卡牌数量比较少，
越往后那个数量越多。看一下这里两条路线，一个是恢复15滴血，然后同时获得一个一次性的卡牌，这里呢是掉5滴血，但是会获得一个神秘的神器，那肯定选择掉血或神器了。先掉5滴血，然后获得神器，哎，可以战斗开始可以额外多抽一张卡牌，还行，这个神器也不错啊，就在这里，看到没有，仓促启动者。整体来说这个游戏更多的时候是看脸，我自己有时候试完的时候获得一些强力的神器，真的，比如说攻击回血啊，每回合增加护盾，这就很强。如果获得这种什么第一回合只多抽一张牌这种垃圾的话，可能就比较难用了。看一下，好，到达篝火处，这边可以恢复32%的血量，或者升级一张卡牌，就让卡牌等级更高，或者友谊加一，友谊就相当于是和这个队友加一之后呢，看一下，加一之后呢，可以获得一张卡牌叫做狼之心，狼之心的话是。零费可以抽三张卡牌，分别有三张不同的样式，我们就选择友谊加一吧。OK， 然后获得狼之心这张卡牌，就是和队友这个好感度吧，就是这样。当然，这个好感度、队友和自身的这个属性等等，都是可以在以后就是随着游戏的进行，就是打的次数多了之后，人物等等都可以加点的。好，然后又是一个事件卡牌掠夺，这边可以获得一个神秘物，但是友谊会减一，也就是让狼之心没了，同时可以让我移出一张卡。这里呢是。从六张牌中选择一张获得，同时获得一张无双牌，同时还可以获得一张升级。减一的话就缺少这张牌不太好。这个神秘物的话是随机出现，我们稳一点，因为这个秘物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底 buff 不太好的情况。我们选这里，好，首先选一张卡牌看一下，惩治战毁10点伤害。若目标本回合被消耗被消灭的话，近距离所有敌人遭就是对方的所有近战会受到15点伤害。这个集市是打出之后本场战斗不能用了，抽取你的下张攻击牌、技巧牌或者城市牌是抽一张。圣洁猛击12点伤害，每当你打出一张猛击，此牌的伤害加2，打出后重置。哦，就是叠猛击比较有用。燎原信是21点伤害，但是它两费，若攻击目标为远距离，对其近距离敌人造成10点伤害。哦，然后这里是获得20点护甲，但是本身会等获得一个脆弱，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debuff 了。重整架势，回合开始时，若此牌在你的弃牌堆中，则而你的那个能量为零的话，则返还手牌当中，就是这个适合于没有反击值，然后无限来打。这样吧，我们选择这个沉重打击，因为我猛击数量多的话，它可以让它的攻击加的很多很多。好，获得一张新的科技卡牌，攻击后可以获得。1点临时的力量，哦，这张一般，其实它是临时力量，不太好，就是只能用在本回合。如果能用在本场战斗还不错，因为它毕竟是一费嘛。然后看一下它的升级，比如说它升级之后呢，可以把它变成零费，这个就不错。所以先留着，后面这张卡牌可以升级，无双牌可以升级。然后呢，之后我还可以升级一些其他卡牌，比如说刚刚，哦，只是随机6张牌，加川绝学伤害变到了。15或者18能获得额外的这个反击点数，锐利招架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防御值。大劫，当你的充能变化是获得2点这个护甲啊，我们刚好升一下这个，刚刚获得这张卡牌，这样把它一费变成零费，就是打起来白嫖这个点数就不错，对吧？但是这个当我充能变化时获得两费就变成零费，这个是要这个吧？好，因为有我现在暂时没有神器的加成，只有三费。这个点数要求还是很高的。哎，这里可以攻击小弟，也可以攻击 boss。boss 的话可以让我选择回复10点血打 boss， 风险越高回报越多。我们打 boss 吧，还能回10滴血，但是 boss 会很强。我去，这 boss 100多滴血吗？看一下敌人，敌人是攻击之后逃到远距离。boss 这里呢是，若遭受攻击，则将一张神经入侵到排队当中啊，好恶心啊。然后看一下，此敌人被消灭时，所有近距离。单位造成15点伤害，然后每回合一个随机敌人会获得4点的复原值，就是回血。同时，此敌人被消灭时，所有存活敌人承受55点攻击力。可以看到，这两个存活敌人都是55点血，所以只要把 BOSS 秒了，对，只要把 BOSS 秒了，这两个小弟就全死，所以直接杀 BOSS。本回合所有敌人，本对敌人第一次攻击都会获得5点那个反击值，这个是加反击的。我看一下对方这7+714点攻击力啊，我的天！我们来两张招架，这个 buff 牌就不要打了，直接加上绝绝，直接去砍 boss， 就是找着 boss 疯狂输出就可以了，别的牌不用管它。好，两个小弟是两个远程，好挡住两次格挡没有打到我，看一下下回合 boss 有15点远程伤害，我去！柠檬之下，你攻击之后可以获得额外的1点力量值，这个不错，这个拿上。
然后拿下队友的这个狼之心。狼之心拿上之后呢，看一下三张，一个是掉五滴血抽三张牌，另外一个是直接获得两张猛击，这个是每回合可以获得一张猛击，我们直接获得两张猛击，因为那个是一费，然后直接拿出来疯狂输出 BOSS， 啥都不管，猛击是白嫖。好的，然后这里中士再砍他还存活，之后我现在还有两点加一点格挡，然后这边加上继续啊，那这一波我只有八滴血，对方打出来我应该能掉二十滴血，哎呦难受，因为这个游戏初见实况，我就所有卡牌和人物技能没有升级，这里敌人打我还是很疼的。我去 ，BOSS 一个远程，我直接掉了大概三十多滴血，然后同时加了个神经入侵，承受十点非致命伤害，这个太恶心了。哎，而且他如果在我包中，我随机一张牌是费用加一。这样吧，加一下大劫，这个先加上，然后猛击继续砍他，逮着他就疯狂砍，然后深射猛击。哎，应该先打他的。每当打出一张猛击，此牌伤害加四。哎，对，我刚已经打出一张猛击，所以他的伤害加二了，现在是十八点伤害。那加上结学，然后锐利招架，再深射猛击，再看，我去，疯狂一刀。这张牌打出来会掉血，我这里就不打出来，最多是他让我加费。我现在血量一定要注意，注意自己的血量。对方打我还很疼的，这个 boss， 我去，这一下八十五滴血，我去，这个 boss 有点难打。每回合攻击都会获得五点这个怒气值。现在，我看一下，加川绝学，果然他这个 buff 让我这张牌变成了二费，所以我们选择他热忱。然后，而且现在最主要是我没有护盾牌，下回合要白吃对方大概30点伤害，我去，重罪预判。好，把他打倒，然后逆境不屈，返还一张攻击牌有没有？哎呦，没有零费的牌，所以这张用不了。好吧，结束。这边硬吃对方的三十点伤害，我要死了，我去！果然这个游戏的难度还是挺高的，特别是我现在初始卡牌。好的，然后看一下他还有62滴血，对方现在他给自己套了个 buff， 回合结束是会回血，然后这个太恶心了，这个，先给一个中士，然后招架，再招架，圣洁猛击。不要去攒了，不要去攒牌了，疯狂输出，把他尽量打死为主。现在19点护甲，但是应该对方还是会激发我护甲的。OK， 看一下对方现在17点攻击力，10加17加7，又是30点伤害。看一下啊，加上绝学猛击，哎，这边先猛击，看一下对方还46滴血，30，这只能打30滴血，打30滴的话秒不掉他，所以还不如给自己先套招架，然后再砍。再砍，保证自己掉血不多，疯狂砍 boss， 挡，再挡，但是这边再收一下伤害，我去，哇、哦，这波好伤，宣誓，我看一下，二九一十八加六是24，我秒不掉他，我要死，我的天，16加10加10，这边36点伤害，我必须要招架一波，先给个宣誓吧。然后加上绝学，然后给自己套一个招架，然后我现在没有点数了，哇，这敌人好厉害，那被打死了，但是我能打是能打，比如先打一个重击，好，给这张牌套一下 buff， 17点了，然后这边直接圣洁猛击，然后难受的是我现在剩下三张卡牌都是格挡卡牌，16点，还好我的反击点数好了，这个反击值好了，可以了，所以下回合别人打的话我会反击。哎，哦，对，对面都是远程的，反击只能反击近战，哎，我难受，否则我直接一个反击把他烦死了。那看一下，那最后一招重罪轻断，直接把他秒了吧。 OK， 战斗胜利，打完 BOSS 之后我们的血会回满，所以没事。 OK，哦，对，我傻了，哎呦，这个 boss 是有自爆的，他打死之后他会爆开，有55点伤害，我应该先套盾的。哎呦，难受难受难受，
啊，不行不行，重来，我们再打一下。A few moments later， 啊，好吧，我们再次归来，总算是这里打过了。这个游戏当中的随机性真的是太强太强了，哎呦我的天哪！运气好真的是大杀四方，运气不好你就玩得很难受。行吧，这一波运气就不好，但是我们成功打败了这个 boss。我们这边有一条路线选择，这里呢，我决定看一下啊，生伙伴能力的话，第四个能力是打 boss 战恢复血量，这里就不选了，我决定选第一个。哎，学拿一张新的卡牌，同时能升级卡牌。这边看一下啊，这里的卡牌数量也都是随机的，但是不会脱离我们整体的这个角色的这个使用范围。我决定这波叠一下甲吧，可能叠甲我们会更强一些。这个强，这个强，选它。这几张牌其实都不错，把它直接升级，升级成18点护甲。这边是卡牌伤害加5，随机给一张卡牌伤害赋予加5的伤害，选择它吧，这样它的伤害会变成20。注射器，损耗打出来之后永久移除，是一个神经截止，此牌在行动结束是不会被抛弃，然后愤怒直接获得3点力量值，那刚好适合打 boss。OK， 继续往前走，又到 boss 战了啊 ！boss 战，看一下，升级卡牌，恢复血量，有一加一，肯定回血啊。我这里我的血量现在有点低，打 boss 我很悬呐。看一下这个 boss 该怎么打。OK， 首先没有看到 boss 在哪里，而且敌方是有增援的。这个看一下，每回合所有近距离敌人获得5点力量值，其他获得3点力量值。哇，这太恶心了。这个敌人总先行动，拥有5点力量值，直到受伤为止。哇，这三个敌人。这个敌人是我如果攻击别人他都会获得一点永久力量值，他是本身拥有永久力量，但是受伤就不会拥有，所以先打他，否则他这个伤害太高了。这个玩意儿呢还是相当于是光环，给他们随机所有敌人增加这个愤怒值，而且他这个光环怪140滴血。哇，你让我怎么玩？为了加盾先套一下盾，他必须先把他秒掉，必须秒。神经截止打开，套一下力量值，然后狼之心力量加3，这边直接获得2张猛击，力量加3之后猛击伤害也会变得更高，变到9点。砍加上绝学，好的，然后看一下返还有没有更好的牌，加上绝学还有一张，先杀他。当你以为另一目标是他增加力量值，那所以只能先攻击他。这边加上音乐挡一下他，好吧，他这个 buff 打掉。OK， 他没有这个 buff 了。之后还有3费，这边直接加格挡和反击，把格挡反击加起来。这回合应该是他们打不掉我的，我应该是不掉血的。好的，全部顶住。然后对方出现了新的增援，是一个拿匕首的毒怪啊！看一下这个怪，这个怪是3点力量值。哦，他没有什么 buff 技能，先杀他，他必杀。这个怪必杀，这个怪太恶心了。好，这边先加18点护甲，下回合获得2费和两张卡牌，势如破竹，拿出来，然后宣誓，看看，再获得13点护甲，这样刚好，下回合2点能量，2点卡牌，下回合打爆发 ，OK， 刚好，所有卡牌打光，挡住。哎，你们在干嘛？他怎么打自己队友啊？这个人，这个技能是什么奇怪的技能啊？好，这回合开始爆发了啊！这回合卡牌很多，先额外一张牌先放回去，猛击放回去，下回合增强，然后看一下21+13+12，我去，这一回合对方能打出46点伤害。肯定先把他必杀了。12点，哎呦难受，分掉了，然后给自己再套盾，然后再杀这个41血这个人，杀这个拿匕首这个人，这个一费就算了，加反击值，我的反应值加的有点慢，这边加上绝学，再加上绝学，没有攻击点数，把他秒不掉，挡住，但这一下肯定要伤害，对方又来一个，哇，你们怎么这么多增援，还有增援吗？这边一招猛击把他秒了，他的力量加太多，然后这个 buff 怪留在最后，他让他没有办法去加 buff，
本回合此敌人没有一个近距离盟友便获得三点两只，所以先杀他。他有18滴血，不多。怎么是17滴血？靠，背痛。这个瘟疫扩散，此牌行动结束是被弃置，则复制置入你的卡牌当中。它无限在占我的手牌很慢，加上你是把它给 OK， 然后再给自己套个十字架，再套盾，把它打出去 OK， 顶住，叮，好，我看你还有增援，我看你，我又来了两个增援，你在逗我？我这波 BOSS 战这么多敌人吗？每当你攻击此敌人时，获得五点愤怒值。我去，又是两个恶心组合啊！大爷的，11，然后我现在要叠我的反击值了，那肯定，先杀他，先杀他。这个人呢，他只要受伤，他就会给自己掏力量，不着急，先把这27滴血杀了，看一下有没有零费卡牌，悲痛，就你吧，然后中式上去。砍一刀，再来一招，悲痛把他秒了。好的，我还有三费，三费的话打他会加力量。这个玩意儿，我现在有三费，但是如果打他会给他加力量，我们砍他，不要管他，砍他，这里是他。好，放掉。OK。哎呦。好疼啊！对面还有增援，你们多少增援？好恶心啊！这个增援22滴血，他被消灭时，随机敌人获得五点力量值。最后的嘲弄，我去，先杀他！这个人先必杀他，40滴血必把他杀了。掏这个，选择卡牌，千寻眼牙换进去。我没有防御卡牌了，这怎么办？哎呀，难受！这波可能有点难，你会打不过吧？我去！哎，反击出来了，可以反击，好的，反击点数打满，直接把这个人秒了。对面怎么还有增援？大哥，你多少人啊？靠！这个人，此敌人被消灭时获得15点护甲值，先杀小怪。这个边吃怪不着急，看一下，我对方只剩6滴血了，一刀直接砍死，没有攻击卡牌，你在逗我？这张卡牌有40点伤害，但是我谁都秒不掉，我秒他我太亏了，剩下卡牌全是加防的，啊，我好难受啊！那也得秒，哎呀，我好不容易叠出一个 buff 牌，但是没有攻击牌，好难受。返回来，然后看一下，这里还有一张这个，此敌人被消灭时，我可以获得15点护甲，但是它是格挡牌，那就先杀他，再过去砍他。OK， 好，叠了27点甲，应该是打不穿我的护甲。好，挡住，又有增援啊！好了，这是最后一波增援。哇，敌人的增援也太多，这是个狙击手。每当敌人更换区域，获得一点力量值，他是加力量。这个狙击手55滴血，99，先杀这个30滴血的狙击手，先杀他。过去，砍一刀，还有17滴血，再砍，再砍一刀。给自己套盾牌，然后这个玩意儿现在已经嗑药进行者已经加到了8点力量值了，我去。好，但是我的护甲顶不住了，大哥。哎呦，好，然后再杀他，他必须杀，他这个力量值已经叠得特别高了，55滴血，争取一次把他秒掉。悲痛，加上绝区，好，他秒了，可以，秒掉之后力量值叠起来 ，OK， 好，只剩你了，只剩你这个 buff 怪就没什么用了，来吧，那就是慢慢搞你，这边宣誓，招秘境牧区，
这里直接把宣誓拿出来，然后宣誓猛击，再猛击，我看你怎么打。 OK， 他九点攻击让我掉两滴血，这边 boss 战应该是可以赢了，有惊无险。我觉得打的我可能打的稍微有点不太好，但是也还行，打赢了。原神吧，猛击猛击，加上绝学死，直接砍死。哦，有惊无险。好的，第一个 boss 总算是打赢了，打赢之后呢可以获得一个圣物，你的能量最大值加一，但是每回合会失去一点反击值，每场战斗将三张净化念珠置于卡牌当中。这个需要揭露，就是需要后期我的那个人物点数加起来才有，那选择它吧，就是不要反击值了，然后增加一下额外的一次能量点数。好的，第一个 boss 又打赢了。哇，我们初见实况打通第一关也还行。好的，这里我们来到第二关，第二关的敌人的难度和数量比第一关还要多，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游戏更难呢？我们就先试一下啊，先试一下埋伏。好，战斗开始。我天，看一下，80、20、40点伤害，我去，势如破竹打一下。先杀这个27，这个，对，他是加力量，直到受伤为止。不是，这个人得砍一刀，这个人得砍一刀，先把他杀了，一个千寻艳阳过去，再来一个加成绝学。好，我的卡牌已经起来了，然后再杀他。先，这个人是直到受伤为止，再杀他，先让他要受伤，否则他的输出太高，得招悲痛。好的，然后给自己套一个盾牌。OK， 因为打完 BOSS 我的血量全部恢复了，所以现在我是满血状态，不用太过于担心掉血。你们怎么还有增援？你们小普通敌人也有增援吗？这也太恶心了吧。27滴血，26滴血，先把他杀了，为了加速。然后把为了加速拿出来，没有吗？拿他，千寻艳阳 ，OK， 干掉。然后下一波是你，我还有三费。哇，这个能量值多了一点之后呢，就特别好打了。好，加上绝学放进去。哇，开启，叠下盾牌 ，OK。好，顶对方。对方还有技能啊，好挡住，这样我应该是不会掉血。OK， 没有掉血。对方再次出现新的增援，你们增援有多少啊？我天，狼之心，直接狼之纵出来，砍，猛击，再猛击，把你砍死。OK， 还有一个人，此敌人被消灭时，随机敌人获得5点力量值。我去，此敌人被消灭时获得5点护甲，那肯定先杀他，否则这玩意儿加力量太恶心了。但是。还有一个盾牌格挡，还有增援，你们增援有多少啊？我的天，势如破竹。两张格挡和一张加长截血，好吧，先给自己叠那个防御力。这里卡牌不是很好，对面的增援数量太多，无限的增援这个就太恶心了。来，这一回合我的点数有6点，这就很强了。这边我看一下啊，返还一张，还没有猛击。然后这边是237，先来一张24，还差13点，再来一个悲痛，把他秒了。OK， 这个敌人呢是此敌人被消灭时随机敌人获得5点力量值，这个敌人是被消灭获得15点护甲值，然后再杀他，叠一下护甲。延迟审判加上去，然后招架开启，杀他，再杀。好，打到后面就打起来就比较那种行云流水了。 OK， 这是最后一个增援敌人，两个射手都是被消灭随机敌人获得那个力量值，然后先杀他，肯定这玩意儿现在有个盾牌顶住了，我去，那就把这个人杀掉，更换区域获得力量值。三张啊，这个加长绝学过去，26点，再来一招，然后叠盾，再叠盾。OK， 来吧，
好，他这个是被消灭，肯定还是先杀他。他是被消灭获得15点护甲值，肯定先杀他。食物破竹，哎呦，没有牌，不牌，走，挡，挡。他有个护盾在这里，猛蹲，猛击先破下盾，然后加上绝学把他秒了。OK， 然后该你了，这里。又是盾牌，我套盾怎么这么多盾啊？我这叠了多少盾了？47点盾牌。之前打 boss 为什么没这么多盾啊？有点看脸。逆行牧区，把悲痛放进去。好的啊，中士，猛击，猛击。好的，所以呢，哎，看一下新技能，炙热祷告，获得等同于你的报复的那个防御值，随后前者失去一半。是报复值会失去一半，避实就虚，近距离一个随机敌人承受5点的虚弱效果，若为基数则改为7，都是一份啊，损耗，信念疆界，他这个打出之后永久移出，不知道是干嘛的，这个吧，避实就虚，好，继续前进，又有两个事件卡牌可以去看，有一加一获得10点最大生命值。三个圣物当中选择一个，我觉得这个侵略战争属于是打这种啊，这个是属于侵略，也就是说，打 BOSS 会回20滴血，我们选择圣器吧，神器。每回合第一个敌人被消灭是获得8点护甲值，防卫。当第一次打出一张非世纪士、非刹那级小牌时，返还至手牌中，加防御力。OK， 把圣物叠起来。获得一个圣物，失去一个圣物，恢复21血，失去一个圣物。哇去！获得一张美食主义，是一张损耗牌，打完之后永久移除。那肯定，哎呀！获得新圣物，战斗开始时抽取你的下一张城市牌，费用减一。然后随机失去一个，丢什么呢？这破碎的物体经验不要了，相当于置换了一只圣物。好，继续前进。本场战斗中获得2点力量值，本场战斗你有25%几率获得1点虚弱效果。哎呦，太恶心了！看一下，这里又是3个敌人。先看他们属性，被消灭获得卡牌和能量值。他每回合获得力量值，同时盟友会恢复10滴血。同时获得10点最大生命值，哇，这个盾牌就是恶心你的存在，它每回合都会加一点力量，然后给所有队友回10滴血，同时它还能每回合获得10点最大生命值和2点力量值。但是你杀它吧，它血量特别多，你不杀它的话，看一下队友啊，每当另一个敌人作为目标时，此敌人获得1点力量，就是我如果砍它，这俩人也会叠力量。有一种方法是怼着他，不是直接把他往死里搞，但是往死里搞的情况下是越搞这俩敌人的伤害越高，我可能顶不住。另一种方法是先把这俩人杀了，慢慢耗他。我觉得稳一点，先杀这俩人，先杀这个37滴血，毕竟这俩人血量不多，先把这俩人先杀了再说。好，先放一下，然后有没有？好，中士拿出来 ，OK， 中士加猛击，再加猛击。但是我没有输出卡牌了，难受。哎，再来一张输出卡牌，把它搞死就好了。我没有输出牌，我难受。可能硬吃伤害了。战争，我觉得这个游戏的难度还是挺高的，特别是对方还有增援的情况下，太恶心了。这玩意儿一直在给队友加 buff， 所以赶快把这两个队友秒了，不要。同时你看到没有，他附带回血效果，这个同学又回血了，这个。为了加速，有没有11点伤害的？先秒一个再说。还好这回合没有增援，所以先杀小弟。狼之心开启，再获得猛击，两张猛击。
它给一个虚弱效果，它的攻击会低。好，打不掉血。好，先杀他，这玩意还在回血，我让你回。三点加传结学。哎呀，杀不了他呀，难受，就要被这两人耗死了。再杀。关键时刻怎么全是招架牌？大哥，你玩我呢？五张牌当中四张招架牌，哪怕有两张输出，把他秒了就完了。减攻击力，就这人家力量已经加到十一点了。哎，我太恶心了，还行吧，反正这波招架应该对方也打不掉血，全是盾牌，好，全顶住了。再来，这个人必杀，必秒他，二十二点，先训练把他秒了。好，现在只剩你了，你的话现在就是每回合为盟友回血呗，获力量值呗，然后开始该杀你了，输入破竹上这个千寻烈阳，烈焰风暴攻击所有近距离敌人三，这是什么牌啊？三费二十一点伤害，不行，太弱了，继续踢飞，再来一张加传绝学。只剩他一人的话，我顶他应该是 OK 的，二十四点伤害，然后把中士放回去，好，给自己掏盾，加上绝学，再加上绝学 ，OK， 他还是在慢慢耗我的，然后我看一下，刚有一张，对，这个中士，加上绝学，中士二十五点，一中就轻，烈焰风暴啊，我去。锐利招架，哇去，这个攻击力越叠越高，还杀不了他。嗯，先来一张猛击，然后砍他之后呢，洗牌洗出一张猛击，洗出一张中士，这样可以获得三张卡牌。对，中士猛击再猛击，加传绝学砍死他。好的。哎呦，这里的敌人现在是真的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啊！更待何时，获得七点防卫值和七点报复值。沉痛真相，十三点护甲，我觉得这个护甲更高一些。回响祈祷，对一个随机敌人造成二十点伤害，若敌人被消灭，则获得一点卡牌并重复此效果。哇，这个太强了，这个相当于是补刀流。来，升级牌回血有一加一，嗯，升级卡牌，升级一下卡牌吧。嗯，升级个什么呢？回响祈祷吧。随机敌人造成三十点伤害的回响，用这个吧。随机敌人造成报复的伤害，因为我的报复值有时候叠加的特别多，稳点，选三十吧。报复值特别高的时候，它有时候能打出特别好的效果，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圣器是每回合减报复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还是算了。本场战斗中将一张眩晕置入你的手牌堆，战场中获得一点力量值。两张眩晕，但是有一张力量，算了，开始。什么玩意儿？敌人总是先击，这边是，当一个敌人被消灭时获得八点的回复，那肯定先杀他。若本回合未受伤害，造成伤害增加50%，肯定先杀他。嗯，加长值，对，增加自己的这个反击值，充能表，然后。先给一刀，为了加毒，再给一刀叠甲，对随机敌人造成三十点伤害。我这样吧，不着急。嗯，给自己叠一下甲，不着急，等他打残的时候再随机三十。我去，好，然后输入破竹。千寻烈阳抽一张这个牌，二十二连伤害，还有十四滴血，哎呦，差一点。嗯，肯定先把他秒了。OK， 套盾，给他给一个虚弱效果，好的，这样他攻击力变得很低。刺辱安息，远距离造成八点伤害，再来一个八点。OK， 好，这样他打我的话不掉血。对方又招了一个小弟出来，嗯，
这个小弟是被消灭时所有近距离敌人造成10点伤害，这个太恶心了吧。先来个猛击，招架招架，扫他，先砍他。好的，然后对方给了一张特别恶心的 debuff 牌，一个随机敌人获得5点治疗，然后抽一张牌，就给对方回血同时抽牌，食物火柱增加反击值，对方一个盾牌取消针对其的下一次攻击，太恶心了。好，现在有一个远程的技能刺主安息，是刚刚应该是这个人卡牌当中给过来的，延迟对决，终止拿出来，再抽一张牌，延迟对决，悲痛，刺主安息，好，继续。这精神力持续给对方回血是太恶心，但是它会让我额外抽一张牌，特别是在我有费用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24滴血不然让他人秒了。随机打上3点伤害，很强，升光，中式再上去，再招加成就变没了，还行。这游戏的玩法就是打击节奏，就是特别连续攻击的时候会特别爽，感觉跟打一个 combo 游戏一样。痛彻心扉，承受5点虚弱效果，下回合结束。这玩意儿是给对方两费，但是给对方套一个虚弱效果。节制，获得1点能量值，若你的为20或更多。哦，反击值更多的话，这个可以。好，再往前走，移出2张非起始牌，3张牌中选一张升级。看一下，这加四这个适合打爆发，但是加2这个比较稳，因为加2这个直接给本身加了4点伤害，它稳一点，稳一点。好，继续走，下回合又要打 boss 了，应该是一个精英怪。打精英怪本身来说风险越高回报越高，同时他这回合我的这个最大值能量最大值加一有5点能量，打他吧。哎，这回合对面竟然没有援军，你在逗我。每回合一个随意敌人恢复15滴血，这还有一个，可以先杀后面，先杀这个，每回合回血这个我是不能忍。buff 牌啊，难受啊，我要死了。这样不是狼人作为猛击，10、28、48点伤害，加上血血拿出来，猛击再猛击，套盾套盾套盾，我没了啊！这敌人太强了。哦，我去，还有一滴血，我竟然顶住了。对面一波攻击能打50滴血，我天，这个感觉有点难。回响，看一下随机。好，把他搞死，可以。然后随机炸一个，炸他，然后再杀他。他45滴血。四处地下杀不了，29、18，我这边26点护甲值，先踢飞。我去，一滴血吗？我在玩极限，为了家族。好的，给自己加10点护甲值，然后这里。这个神经侵袭是承受10点非致命伤害，我只剩一滴血了，所以应该不会掉血吧。他下回合是加 buff， OK， 不会啊，非常的高， OK， 小甲方来单挑，他下回合是3-1，三次攻击力，问题不大。这边我现在一滴血啊，最后一滴血跟他搞，
招架招架招架，怎么三张招架牌的斗啊？我给他套了一个这个虚弱效果，所以他攻击力很低，但是这一次有16点伤，还一定要守住，守不住我没了。好，先给他套个 buff， 但是我没了，13、14滴血，对方有15滴血，哎，这回合又都是攻击牌，没有防守牌。我没了，哎呦，好吧，整体来说我觉得首先这个游戏的难度是挺高，第二个还是蛮吃运气，因为我自己试玩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游戏打通关了，但是这几次玩发现首先我这个神器都不是很好，因为有一些神器比如说是直接开局就给你给两就是每回合会增加很多护甲，或者每回合会增加力量值，会极大的增加输出，然后就是牌这个牌库其实很多地方也不太好，也就是说我只打到了第二个场景的中央位置。不过整体来说，虽然我玩的比较菜吧，这一局打的比较烂，但是，不能说这款游戏还是一款非常好的游戏，不排除这款游戏还是好游戏。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挑战一下，因为它随机性比较强，就是如果获得特别好的神器的话，打这个游戏打出来真的是势如破竹，非常的爽。我只打到了50%的得分，然后这个游戏之后如果正式版发布之后呢，会有很多加成，比如说人物的能力提升，然后卡牌提升等等，都是一个 roguelike 游戏嘛，就需要无限的挑战，等能力提升之后呢，可能打法会稍微简单一些，但是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游戏的打法还是挺难的。行吧，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的奥雷萨之下呢就在这里结束了，喜欢同学呢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下的频道，那么就是下期再会喽，大家拜拜。